好，看下了，哎我嘿看嘿，到了，看到了，哎好，那打我啊，呢，拜拜，对，成功了，我开了，我拜反正拜。你们那么爱，你们爱那么爱骗人，他刚刚一直说晚安，我想说好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台说，那谢谢大家晚安，然后就关台好了。鸟屎不是去参加金马奖啊，他去参加金肥子奖。然后对啊，然后就在那边，老王没有到啊，可是我很荣幸在那边宣布老王得到最佳他妈女主角。你说金肥子奖的女主角，金肥子奖到底是要演什么？最佳男肥角，最佳男肥子。我今天看完金马奖，决定要看一部片。什么片？雷神索尔。没有关系吧？而且我还没有看一。我今天看完金马奖，决定要看一部片。什么片？直播米的那个啊、哦，好，我那个谁知道片名是什么、啊？我跟你讲，登那个金马奖都还没有那个，我就已经先看完了。我在拿硬碟给 KY 传东西的时候，他就有发现我里面的大量的直播米。Oh my God！ 因为太大量，所以我先把它移到硬碟上面，要不然我的 D 超不够了。如果我几岁、体重多重这种问题啊，就连我的就是好朋友我都不会回答啦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不回答给你们呢？有点没礼貌啊！这样啊，我知道我体重的人啊，明天就得死啊！老王应该37公斤而已吧，那么瘦。你就在月球上的人。难道在地球100多公斤吗？你这样探大大不好意思，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不可以。那你请说。我有问你吗？你这个在月球还有37公斤的白痴。干娘！你连在月球37公斤，然后在地球几公斤都算不出来，还想问问题吗？我算得出来好不好？67、42、63、18、587。错了啦！正确解答。错啦！我的数学那么好，那么好，我现在还在醉。你们喝了多少啊？他们很多哎、欸，他们一支 v 嘎，然后两支红酒，一支白酒，还有一瓶那个 Costco 那种大瓶的玛格丽特。你们是几个人喝？大概一个人喝，自己着火啦！妈，我跟我自己喝了好久啊，我们真的是很了不起啊！酒桶吗？喝到超呛，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导演跟我说。你知道我们昨天晚上订婚了吗？我说真的假的？昨天晚上我们就说我们订婚好了，然后大家就哦，好，我们就成功订婚了。他说如果我们现在在拉斯维加斯，就是上演结婚，然后昨天晚上结婚，然后早上起来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桥段。神经病！最后大鸟屎，对，最后大肥子。你这个才是最后上月球还有80万公斤的大青蛙啦！这趟在嘉义啊，我们就跟学姐他们聊天啊什么，然后我们讨论了什么歌，本土台湾有哪一些歌最难唱，我们得到的结论是“一记棒棒一记棒”这一句是全部的中文歌里面最难唱的。可是它又不是中文，可是要唱到这一句要唱到味道很对，真的很难。你自己唱唱看。一记棒棒一记棒，你看就没有那个台味，你知道吗？靠腰啊！而且我们在那个嘉义那个文化路夜市那边，就一路一直在那边啊，5678，一记棒棒一记棒，哎，5678，一记棒棒，就一直唱到我们就说不行，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味道唱出来。就夜市已经逛完了，还是不行。我是觉得应该是我可能做不到吧。但是那个味儿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味儿是很难唱出来的。我是觉得我应该是不行啊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里面，你应该是最有可能的。那、我听听看，让我听听。你全身上下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那个味儿。我是哪一种味儿啊？油味儿。我听了一句就直接笑喷了。一记棒棒，来一记棒，我流鼻血了，干！哎，流鼻血了，真的假的？你们在聊天，我在挖鼻屎啊，干！我的天，可以这样啊？一二三。一记棒棒，一记棒，不行啊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你不能装可爱啊！风尘味，一记棒棒，这已经不是风尘味，这是一个肥宅喝醉了吧？不是风尘味，是风满味了。高音，把吉他们举试试看。一记棒棒，一记棒，有。可是他的棒很唱的很难，因为他的棒听起来很像崩，可是又很……那你就唱崩啊！一句崩崩快，一句崩，一句崩。可是清风唱得很有味儿。清风是谁啊？苏打绿的那个。天上风正在天上飞，一记蹦蹦啊，一记蹦。这是一首简单的，一记蹦蹦，一记蹦。太塞进去了吧！我
要看长他有什么反应。黎明吧，这个我就知道了啦。一天也会坐电梯，反正我明天就要挂电梯。是吗？清风就是唱那个啊。你本是我女朋友，像是一个小姐，不可以一个小白。没有啊，我去听清风，他超级字正腔圆的。可是他的很有味儿，可他的是很正气的一级棒。对啊，对啊，他是那种凛人的那种，是一级棒的那种。对，他是一级 bang bang 那种。屁的，他是拿两把枪出来唱，是不是？一级 bang bang 一级 bang， 神经病！清风就是唱那个啊，砰砰喂喂喂。砰砰也不会砰砰，不是，那是 Kelly 砰咪砰咪吧？六三，你再唱一次。我根本没听过他妈那首歌啊！我怎么唱？试试看，一级棒棒，一级棒棒。哇，很有味儿啊！屁啦！我要一个字一个字唱，一级棒棒，一级棒。我有一点哦，好的，就有一点哦。好像没有办法连着唱。Yeah， 你是 Jimmy 吗？On the first day of Christmas， 那我来，一，我们最近新的口头禅是我要崩溃，而且是我要崩溃，是奔跑的奔。我要崩溃。没有，你要用一个很扁的声音，你要这样。啊，我真的要崩溃了。啊，我真的要崩溃了。我真的要崩溃了。啊，我真的要崩溃了。也是学姐发出来的吗？对，不是，是一个我们学校的老师，然后他是一个同志，可是他讲话是这样子。然后他有一次就我们在排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片段是我们要砸苹果，就苹果要砸碎。嗯，然后有一次那个演员就丢苹果，然后就砸到那个老师，然后他就这样，好痛，我要崩溃了。Excuse me， 也太矫情造作啦！艺人就是你应该是要你是艺能人员啊，你应该是有才艺，然后很多的这样，嗯，或者是你跟绿豆搭配起来吃很顺口。绿豆。总之呢，哦，拜托你们不要再剧透我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刚刚讲对了，剧透。怎样？我说对也要被呛吗？说对也要被呛？这什么世界？哦，透透先生哦。你说错，很想要呛哦。哦，哎，老王，你要吃一个豆抽，还是你要吃一个透苏鹏？哦，我觉得你要披件外套，你的衬衫太逗了。你把我透的好热啊！你把我透的好热，我要去换一件斗气一点的衣服。我这件衣服好不斗气，好闷哦。斗气，斗气吗？不管了。啊，不管了。他刚刚说斗气吗？我才没有说斗气。不好意思 ，taxi， 气喘车，气喘车。你最好是就是各种转移话题，我要生气了哦。我要生气，因为我要维持生气，你不能这样弄我。太复杂了，已经听不懂了。我快要气死了，你这个气女。你这个就是在装可爱而已啊！你说我祭子了，感觉就是在装可爱而已。哦，你刚说祭子哦，哪有？哦，你要不要吃一个粽子？这是装可爱的方法。端午节要不要吃一个粽子？哦，我真的要崩溃哦！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好难相处，不要崩溃了。哦，我真的是要崩溃。我一听到我就说，啊，怎么办啊？天哪，好想要帮他时间暂停，然后给他吃一颗喉糖，之后再让他继续唱下去。然后就一样的咔咔就掉到喉咙里面，一样的，或者是帮他时间暂停之后，把那个主办单位就是放火烧了，然后让全部人逃出去，这一段就暂停了。Excuse me， 杀人啦！帮把时间暂停，然后台下每一个人都打一巴掌，然后等到前面负责，大家就突然哦脸好痛，然后就会没有到他的那个。屁啦！全部人都打一巴掌，我们手已经先肿爆了。超肿吧！那些都打超大力的，而且打刘德华的时候还在旁边给他拍一张照片，太扯了！我下礼拜要去录影，我也很怕我会锁喉。Oh my god！ 锁的话，我就直接在现场，就是只要一播音，我就马上巴拉巴拉巴拉的，咦，我中啦，装疯了，我就现场从那边跑走。啊啦啦啦，是 G I。啊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然后我就跑掉。
没有，你就拿水泼那个评审说夹到刀啦，这个夹到位。有一次演出有差一点笑场过了，大三的那个外面的公演，刚好演员是塔尼，然后那时候我跟他就会在比较场外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演老人，然后在那边就是在场外聊天，然后中间有主席在进行，然后我们就坐在旁边，然后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都会用老人的声音讲一些很下流的话，就会笑场，比如说一坐下来然后我讲，哎，明天去割个包皮好了，然后他就会用老奶奶这样啊。你的包皮是该割了，有60公尺那么长啊！然后我们就一直讲，然后就一直用老人声音很小声这样，哦好哦好哦好哦。然后有一场这个笑穴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是突然坐下来，我就已经，我就已经在笑，然后他一直在笑，然后我们还硬要这样，哦，然后一直笑，然后起来的时候，起来转身的时候面带微笑面向观众，才发现，哎呦。差点笑场了，可是我有让另外一个演员笑场啊，就是童谣谋杀案。对，我演利比多明的时候，反正后面不是有那个女生就说什么啊，你才不是精灵，精灵有这么胖的吗？然后就说什么啊，什么人身攻击呢？你没有看过阿拉丁哦？嗯，然后没有看过阿拉丁哦，这句话是我自己加的。哦，因为那时候演出第二场的时候，我就突然讲，然后那个我们班那个女的，她就把脸别开，然后就笑了一下。你们自己偷塞，然后害人家了、哦。然后连台上的舞监啊，什么工作人员，全部都还想要笑超大声。然后结束之后一下场，那个女的一看我就，干你娘几班啊！应该很多人看过那个吧，没问题先生吧，金凯瑞演的。我最近也在尝试做的，因为我以前会挑工作，我最近就在做一些心灵修炼。我只要是我可以做的工作，或者是任何的东西，我都。那你给我10万块。吃屎！我都那你给我5万，吃屎！那拜托1万就好了，拜托再办1万就好了。那50块呢 ？Yes 那。那我只有100呀、啊。可是这么多 say yes 也没有人来追我，我本来想说啊，有人来追我，我就可以顺势用这个跟他 say yes。应该还是会有人追你吧？有人拿刀子跟宵夜追我。小六就会拿小六就会拿刀，小叶就会拿怎样？小我说小叶叶，你刚小叶才不会追你嘞，在那边被追。我说的是小六六啊，不是小叶叶。小六六，天哪！哎、欸，我们继续讲自信的事情。我已经忘记了干。我其实你刚刚讲到你小时候其实很自闭，然后很丑，然后但是你长大之后决定你要好好做人，然后把你所有的财产都给你表弟，吃屎。吃屎！那我只要100块，吃屁！好了，至少不是吃屎。吃屁感觉是吞一团空气的那种。斯考特说：“你要死，你要给我追吗？我可以1个月20万包养你哦。”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就跟你在一起，然后我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你他妈最好真的就1个月给我20万。那万一他真的一个月给你最好给我他妈说到他妈鸡巴做到哦！我说他真的一个月给你20万，可是每天都逼你吃屎，而且是吃一大坨。我他妈吃！你最好连你最好宁愿吃屎吃30天啊，24小时吃屎，然后才拿20万呢、啊。然后你睡觉的床上有白五只青蛙。那你他妈就是给我吃我拉的屎，好好吃到。吃屎可以，然后跟青蛙睡觉不行。你真他妈酱带着吃屎，酱带着屎吃，酱带着瘦屎。他说算了，我倒不出那么多屎。他押韵了。天娘，是考他押韵啦。可是其实是一样的字，在我刚打开游戏，他就会开始。啦啦啦啦，而且还好重唱哦！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对，有没有进去里面是一个很吵的人？不要这样，搞他的听台！我开玩笑，萧敬腾吗？萧敬腾在听我们台吗？真的假的？那萧敬腾，那我想要跟你说一句话，就是。我的字典里没有你的后面就变赛车了啦！给，又是蓝宝，我每次开台都玩蓝宝。给，又是凯尔，我每次开哦，没有了，我每次开尔。给，又是辛朵拉，跟我长得很像又很漂亮，胸部又大的辛朵拉。他的帅加帅加帅！希维尔了吧？是希维尔，天哪！又是希维尔，你应该是全台湾玩希维尔玩到最多次的人了吧？今天有荣幸听到小米的声音吗？没有。
怎么可能呢、啊？他大概就会偷偷换。对、啊，怎么可能？他那么无聊啊！哎，他就是马上就要换。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我没有那么无聊，好不好？干嘛？点不开啊？打不开啊？打不开啊？超级一定是还没开好。哎呀，正在点。这种怎么可能？这种方式好像台湾早期的综艺节目才会做。对呀、啊，我的天哪！然后我们大家全部的人要做出一种喂，然后跌倒了，超老派，超级老派，然后拿那个洗衣饼的盒子打他。好对头，是强奸英文老师那个吗？你告诉我你想要强奸谁？你说你想。你想要强奸谁？你说。听不懂了，他是学弟，他是学弟。我那个跟你们讲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排戏，你要不要给我调回来？根本就听不懂。我说了，我听不懂啦，白痴哦，救命啊！放过我，各位大德。各位大德哦，不愧是台湾新闻的首席，台服最强的 AIM， best 新闻 ，best 新闻 in AIM， best 新闻 AT， best 新闻 TW 挂号 AIM， 出去玩个刀江湖，不行啊，太 best 啦，然后叫他出去玩，然后还 PENDAQ 哦，我在刷素材，你们哎。我你真的出去打素材啊！吓死我了！想说，刚说什么放出去，原来是内力没有了。内力没有，玩太凶了吧！老王跟歌姬是同一个人。我靠！不愧是台湾第一 IMC 维尔。哎呀，还是出去打个素材好了。不要啦！没有啦。这个叉子在丢什么？啊？我跟你们讲，我的魔还有满的哦，你们不要过来。我不要骗人啊！你不就魔干娜姐姐嘛？魔干娜姐是我啊。魔满自己吐槽自己魔满娜。有人说老王唱一下歌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歌姬。好，那我就来唱一下歌姬的。歌姬，歌姬，唱歌姬吧。哦，我明天去锅包皮。锅包皮。歌姬好好吃。歌姬。哦，好希望，好希望鸽子钱可以签我当艺人哦。鸽子钱超坏。好希望我的朋友会帮我放大绝哦。好希望朋友不要再。另外一个朋友在想要怎么吐槽他的时候死掉了，好像朋友可以专心打鲁，天哪！帅锅帅锅，你是三女大夫吗？你帅锅帅锅，你不是？啥？原来讲了啊，已经回歌了。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锅，唱锅六秒锅，我的人。五哥鱼，五哥鱼，今天是不是？所以今天那个哥苏瑶到底有没有打？没有打，你去死啊！酸菜白肉哥，啊，没吃到。所以哥苏瑶有哭哦，那他郭郭有来吗？没有啊，郭吉拉有来啦，郭吉拉有来是不是？是啦，酸菜牛肉哥里面，酸菜牛肉锅他。哥骚音，不好意思，我要一个锅包。哎、欸，锅包欺，锅巴欺负。太痛了吧！一个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。老大哥在看着你呢。啊，太棒了，老大哥。啊，老大哥一个 Q 让他死，然后再一个 E 让他死。老大哥，我好像要打中他。保护你，我保护你，老大哥，你快砍他！我切！老大哥，我要吃血包，全部都是我的。再给你一个无敌，有没有？错太错了吧！噪音你啊，不要紧张啊，随时都让你无敌。你那么羡慕的鸡，你给我500块一个小时，我就去当那个灵远。灵远，哦耶！哦哟！灵远。灵远、哦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休息一下，我的眼睛有点痒，我想要点个眼药水。眼药水，眼药水离我有一点眼，我要走久一点。双臂星空，流星开始坠落，每滴眼泪说你要好好走。
来来，老大哥这边有一个补血，有谁要？啊，老大哥，我要，帮我补血啊！最少的好了啊，八毛。哎，我的血还真的是蛮少的。哇、哦，老大哥，你眼睛真的是好棒啊！我的眼睛可是很好的，你们不要小看我。哇，视力1.0啊，赞！老大哥进去了，哎，没进去。老大哥没进去。我刚刚有一个观众在英雄联盟密我，然后他说他想要送我造型，但是好友没满3个月，所以不能送，所以他就给了我那个 My Car 的点数的账号密码。我想先谢谢他，如果他在听台的话，谢谢你，我是真的心领，可是真的没有必要了。就那个观众想说啊，好吧，既然他都这么讲，接下来就输。死序号已被，不要当真，死序号已被死。在边讲这句话同时，边在打人家的序号。而且没有啊，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 S3 哦，我要用这个声音学阿里死掉的声音了哦。好，不知道会不会被编台？应该会哦。好甜啊！你怎么对得起有些人裤子都脱一半的时候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我的裤子也脱太快了吧？高一，你可以在花里面沾一点狗大便，然后送给他。我之前都是这样故意弄很多，然后就带去学校那种活动中心干嘛，然后就拿一大盆花，上面都是沾到那些牛屎之类的，然后呢又看不出来，然后就一看到女生就送他们一支，然后他们就说谢谢，香不香啊？然后就不看，然后就不讲话，然后我就哎，然后就一个一个发。超爽的，香不香啊？然后一闻就是比较 nice 的就不讲话，然后那种比较粗线条女生就说：“怎么会有屎味、啊？”超大声的，好恶啊！还去沾牛屎，超爽的。有人说，那如果同时喊给酷让你尴尬到死掉嘞，那我就马上现场在那边用麦克风把你打死。我还以为要讲什么，全场人听到那个麦克风打到脑浆里的声音就。现场把你烤到死掉，好恐怖！而且我是从鼻头开始烤，好痛哦！我先在你意识最清醒的时候，就先轻轻的敲你的鼻梁，然后开始越来越大力。这样你要赔好几万块的麦克风钱，我赔。要不要休息个5分钟啊？你想干嘛？我想说，就是去吸食一根尼古丁，然后让我的肺功能在25岁之前完全停摆。好，那不行。我以为你要说我要去9份吃一碗芋圆，每次都是9份。有汤煮方。嘿，擦干酒，擦干酒，干冰凉，哈哈嘛不吃水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台语什么是臭卡修？就是臭脚骚、大脚骚的朋友。是吗？木木拉，快过来哦！这是一首简单的大调歌，唱出我们心头的大调。哎，到底是 Could you please 还是 Would you please 还是 Can you please？ Could you can you 还是 Sit down please？ 这是法国设计 Sit down please。沙拉包，意大利文 Bonjour。怎么吐槽啊？这个老王，Bonjour， 有啦，突然你玩，观众超级大吐槽了啦！哦，谢谢，他们说那个是法文啊，其他4个人就是白痴。你是说银刃神圣跟九叶药还有司马怀风还有 GG 哈哈 TW 吗？没有，我是说你要死，全部都是我吗？哎、欸，差点，棒告。怪门棒赛，怪门棒流。我想问你们了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风儿在地上嘿咻。若我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袖。哎，这个雷子，哎，注意哦，啊，啵啵。哎，还是要。超坏啦，马达的加斯加里。I like the moving more。哦，我好 Q 哦，治病了啊。那我再 Q 你一个。好。脑袋像是长了一颗芒果。芒果，
但是它看起来像凤梨。那我再考你一个，会是芒果还是凤梨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兴趣。那我再救你一个。脑袋像是张无忌，当了一个芒果。我好 Q， 我连这么高音都愿意 Q。最后呢？几首简单。前面要用什么英文好呢？我来看看啊。唱出我们心头的曲折。我想我很松快，能有你的温热。脚边的空气，吵死了。Do you hear me? I'm talking to you. Oh, across the water, across the deep blue ocean, under the open sky. Oh my, and baby, I'm trying. 老王的声音。我要英雄。欸，等一下停。那个银刃神圣上一场是那个雷兹，对不对？那个我们希望把机会让给别人啦。你真的很厉害，拆了两次，真的是很棒吗 ？Oh my god！ 好恐怖！卡了，卡卡卡！卡很多人不知道卡尔是谁啊，他就是一个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猜到密码的人。是我传说中他曾经靠猜密码赚了520万，才没有啦！传说中召唤峡谷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大陆，只有卡尔猜完密码之后才从上中下三条。我那天跟六探发现用那个声音啊，用老师的那个声音最好笑的声音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对，没事，就是用变声器在，然后学猪叫这样，这样子，然后就会变成超高音。可是用变声器就会变成。没有，我觉得最好像是就是用那个声音，然后唱一首歌，然后呢，某一个飙高音的时候，自己还要用假音。比如说，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，不要一起，我喜欢你外的味道，哎呦。吵死了，超吵。当我们一风有个户口，那就不用想当时你的氧气。我那天唱什么忘记了，就很好玩。流进你身体里，永远的到底在你心里。哇，好痛！哇塞，你配音配的也太那个了吧？太痛了吧？还能给我发了有吗？那游戏呢？起刷牙了！完蛋了！所以我右边眼睛视力比较差，差蛮多的。嗯，这不是脑部病变呢、啊，就像就是斜视啊那种。病变。就像那种小朋友会脑袋病变，脑袋 B 变。여기부처라史上最好 Q。Q， 因为我现在要。那我们现在要用很有元气的声音来说话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大家好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超没元气。好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妈妈，没有，你要说，大家今天好吗？哎、欸，我妈妈怎样？我要换造型，不给我换。哦，你要换造型的，我没有看到了，没有出换造型。哦，你要换造型了，我以为你要造型了，没有出。妈妈，哦 ，baby， 我买了一件新衣服，老板说是男友不得困哦。这根本就是美环吗？哪有？我变女生声音讲给你看。baby， 我买了一件新的性感睡衣哦，老板说是男友不得困哦。
好饿哦，好饿，超饿的，这个不超饿的。Baby， 我买了一件新的性感内衣哦，老板说是男友不套款的。Baby 是迪亚布。我要死，你要死！我要听强奸英文老师。啊，李同学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，老师，真的强奸了！已经没有人留在学校了，你入我的了。啊，李同学，老师是有丈夫的人。啊，老师，你今天逃过我们的魔掌了，我们今天就要强迫你跟我们下围棋，下到早上五点。什么东西？妈妈，男女不得款呢。哦，台北有地震。哇操嘞！我是觉得就可以抱就抱啦，就不用拖啦。我们可以抱还不是抱，也没有在那边拖啊。对啊，看到女生也是可以抱就抱啊。不行吧？可以吗？真的吗？可以吗？太棒了！可以吗？